的短角球开进来，我是星辰奥运队的犯规啊，一个自由球开进来，短的应该可以射门，一个角内侧推射，第一时间，哎呀，非常的可惜，澳门队跟守门员，对，再来看一次，自由球没有开进去，给回来，第一时间碰了一下，弹在守门员之后弹回来，这里再来又往里面推了两下，给进来四十五度角，很好的机会，再给左脚的起脚，再补第二下，越南队连续了三次射门，终于又再次得到一分，这里又是十三号捡到了第二波的进攻啊，这里比赛结束的哨音响起，虽然上半场双方是0-0平手，不过越南队在下半场连进两分，最后比赛以2-0击败了澳门队。